哎呦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是不是想碰瓷儿啊？老哥，我太虚了，站不动哎，让我靠下呗。哎呀，你这么虚，确实得好好补补呀。嘿嘿，那老哥，你的营养分我点不行了吧？哎，住手！咱可不行这样了。哎，老哥，你怎么这么虚呀？你都躺着不行哎？废话，你把我营养的阳光都抢走了，可不虚咋的？哎呀，这玉米怎么被鱼弄晃成这样了？